这一集接着来学习炮仗毛线裙左裙片的钩织方法。首先，锁针起60针，这一针不算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完成后，往回数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第四个针目。一次是勾掉两个线头，后面的都是勾一个辫子针，绕线再隔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再勾一个花。第一组一共是27个花，现在是25个，勾的这个是26个，这个花完成后不勾辫子针，还是隔一针再下一针再勾一个花。现在还有三个辫子，还有三个线头，绕线在下一针里。一次勾出两个线头，一次勾出四个线头，剩下的这几个辫子给它拆掉。接着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一针和这一针做一个紧针，就是第一个花和第二个花做一个紧针，在紧针的这个位置卡上几号扣，这个镂空勾一个短针，后面的都是一个辫子针，在上一行花的中间勾短针，这边的短针最后一个花的中间勾好后，再勾一个辫子针，在开始的这三个辫子针最上方的位置勾一个短针，完成后勾三个辫子针，对着上一行的花样，也就是之前勾的最后的这个镂空，再勾花样。后面的都是正常的勾花，现在是24个花呀。勾好后不勾辫子针，在下一个镂空勾最后一个花，25个花。勾好后同样还剩三针，在记号扣的位置进去一针，勾一个长针，绕线挑起，勾掉两个线头，再勾掉四个线头，接着勾一个辫子针，还是在旁边的第一个花和第二个花做一个紧针。在这一针勾一个短针，后面的都是一个辫子针一个短针，我们现在勾到这边还有一二三这个位置勾好了一个短针一个辫子针，
接着后面的是穿入，勾引拔针，用记号扣卡在这个短针的位置，这个辫子针的位置，勾了五个引拔针，把线头拉大。接着转过来，穿入记号扣的这个位置，把这个线勾过来。这条线不要拉紧，勾三个辫子针，接着在上一次辫子针的位置新勾一个花，完成后不要勾辫子针，在下一个辫子针位置再勾一个花。后面的都是一个辫子针，一个花。现在是第19个花样，这里勾好了第19个花样，完成后不勾辫子针，勾20个最后一个花样。和之前一样，需要在记号扣的位置做一个紧针，这里三个线头留下绕线，勾掉两个线头，再勾掉四个线头，这一行一共20个花。接着还是重复一个辫子针，这一针和这一针勾一个紧针，都是重复的，然后在这个镂空还是勾一个短针，后面的都是一个辫子针一个短针。这边正常的勾，这里两针中间没有辫子针，所以这里我们只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再记号扣的这个位置连接，实际挑起这边的第三个辫子针最上方的这一针会更好一些，只是这个位置比较难挑。接着勾三个辫子针，绕线对着上一次的镂空勾花样，都是一个辫子针一个花。第四组第16个花，完成后不勾辫子针，再勾第17个花，还是和之前一样，有三个线头时在记号扣的位置做一个紧针。这一组一共是17个花，接着勾一个辫子针，返回勾一个短针，这里不再紧针了。接着勾一个辫子针，在这个镂空勾短针，辫子针短针重复，最后的位置这里勾一个短针，
在边上再勾一个短针，接着三个辫子针，在第一侧上一行最后一个镂空的位置勾花，后面的都是一个辫子针一个花。第十四个花样完成后不勾辫子针，勾第十五个花，还是和记号扣的这一针紧针。接着重复之前的，又要开始紧针了，这里和下一针勾一个紧针，每次都是在这边剪。之前这里是第五组，第五组是十五个花，这里再勾一个短针，后面的都是辫子针短针。从这一组开始，这边不再紧针，都是重复的。这是最后的一个，勾一个辫子针，一个短针，完成以后再勾一个辫子针，再开始的第三个辫子针位置，勾一个短针，三个辫子针，在第一个镂空，接着勾花样。一个辫子针一个花，第十二个花完成后不勾辫子针，接着勾第十三个花，还是在这个位置紧针。这是第六组，一共十三个花，翻面紧一针，这个位置勾短针，辫子针短针。这边大家记住了，都是重复的，辫子针，三个辫子针，第十个花不勾辫子针，勾第十一个花，还是紧一针。这一组还有十一个花，重复勾一个紧针，勾一个短针，辫子针短针，这边都是短针辫子针，最后一个位置辫子针。三个辫子针转过来，顺着镂空勾花就行。这边都是不加不减的勾，一个辫子针一个花。第八组和第八行花样，现在要勾第八个花，勾好后不勾辫子针，勾第九个花，同样的紧一针，
还是重复。每一行都是仅少两个划。这是第九行，一共是七个花，二、四、六，这六个勾好以后，要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镂空勾一个花，接着再紧这一针，接着勾一个辫子针，这一针在这个镂空里面再勾一个短针，紧一针，这一次只是紧掉一针，接着一个辫子针在这个镂空勾短针，一个辫子针，一个短针。现在是第十行了，还是在这些位置勾花样，这边是不改变的。这是第五个花样，这里勾第六个花样。完成后不勾辫子针，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个长针，好，来勾最后一行，勾好一个辫子针，一个短针，后面的都是一个辫子针，一个短针，这一行是不加不减，一共六个花样。第五个花样，第六个，完成后不勾辫子针，在边上勾一个长针，好，断线。这个是左琴片的钩织方法，那三片勾好以后，下一集我们缝合，接着开始勾主体。